这艘亚钢兵又用到一些技巧。第一个，它的弹法是咪形指法。所谓的咪形指法，就是第一条线它是咪，哦，咪咪发烧，烧发咪瑞哆，等于是 F 调。F 调就是把 C 调的发当哆。哆瑞咪发嗦，这就是吉他的指法。好，嗦发咪瑞哆，西拉嗦发咪瑞。好，所以它的最低音是瑞。如果它最低音是哆，那你这首歌就没办法用 F 调弹，就是需要用 G 调。好，那它有一些技巧哈。嗦啦。Re mi re do re mi c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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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。好 ，so so la so mi。好，我这个会打音。好 ，so la。好 ，so la so 并打下去，这上面。哆来哆也是打音，拉嗦，拉嗦，那我就弹拉，这勾弦音。然后嗦变勾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有弹到嗦拉嗦拉嗦，要很快啊，哆来哆，好，然后来哆啊，那个拉嗦哈，拉嗦，弹拉，然后打嗦，哦，这首歌那个单音的部分用到这些技巧，如果加这些技巧下去，那你的这首歌会比较生动活泼。